Wow, it's very good. Reflective Latin.就是我这个角度最好。把那纸壳拿走，把那纸壳拿走，中间的纸壳拆掉。晃动一下。把它也拿出来。那纸壳拿出来，Hello everyone, this is Ambed for iPhone 6, 7 and 7 Plus. 然后把那个 拿一个出来做样本，对，展示一下那个拉力。我每个看一下别动。可以。然后展示那个。那个洞底中间有一个洞，你不要超出我的视线了，你要放下面，因为我的这个对。There is a hole at the bottom of the armband.把那个筷子放进去一下可以，旁边有个筷子。那多脏，手指擦一下不行。放个筷子嘛，放个筷子。你的手呢都看不清楚，你放个筷子进去。怎么看不清楚？叫你放就放，那个旁边有个筷子。你右手边，手下面，对。筷子都难看。对。There is a hole in the middle of the armband。然后反面、背面中部那个洞，中间那个洞口，底部那个洞口，底部展示底部那个洞口。把它旋转过来嘛，放近一点。对。There is a hole in the middle of the iPhone 7 and the Plus on back.下面，中间那里，刚才下面那三个洞，底部那里三个洞，耳机孔那个洞，你的手下面，这边，这里这个洞，这三个洞，开了，可以了。